吃的是奶黄系列，这个是奶黄雪媚娘。奶黄毛巾卷，爆浆蛋糕，Hello， 我们今天吃奶黄系列，这个是奶黄汤圆。
雪媚娘，爆浆。对对
毛巾卷。这个我没围边没围好，不过可算是爆浆了。真的好吃。它中间还有一层麻薯，麻薯吧，这个位置。